主料：蚕豆250克，黑木耳80克，鸡蛋2个。辅料：食用油、盐、葱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蚕豆去壳备用，鸡蛋打散，黑木耳、葱切碎，锅烧热到少许油，放入蚕豆、黑木耳，加盐煸炒。蚕豆熟时，倒入打散的鸡蛋，加入葱花略炒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蚕豆炒熟再加鸡蛋，否则鸡蛋就炒老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